自己的影片可以看，就是可以笑很久，因为我觉得当下的我呢，就是非常享受舞台，然后表现的也非常的好，然后很活泼可爱。如果自己跳起来也喜欢的话，那粉丝或观众们看到我的时候，一定也会觉得哇，这个人跳得好棒哦，好可爱这样。我觉得啦啦队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我们在比赛的应援过程中需要在台上跟粉丝们互动，为球员们加油打气，更能凸显我们主角，让这个赛事呢变得更好看。那就跟料理一样，它可以更加的显现出这道菜色的完美风味。希望就是啦啦队的角色可以带给观众或是粉丝们一个正能量活泼的感觉，当他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些宣泄，他们可以来到球场上面跟着我们一起跳，把一些情绪发泄出来，心情可能更舒适啊，更开心，然后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活泼开朗的正能量的传达给他。啦啦队其实跟厨师做一道菜肴的过程是很相近的，要经历基本功啊，然后呈现完美的菜肴给消费者。小魔方，美味值得玩味。